肖战和杨紫主演的《余生请多指教》真的太令人上头了，尤其是肖战饰演的顾魏，简直就是爱情男主天花板。对于林之孝的感情忠贞不渝，即使是在面对林之孝情敌挑逗时都显得特别冷淡，这难道就是爱情的区别对待？果然不爱一个人连对话都是冷淡，爱一个人连眼神都充满了小星星。不得不说，两人剧中的 CP 感真的太足了。当高冷的顾魏遇到小太阳般的林之孝，他的人生马上就光明起来。其实现实中的战哥也是一个高冷 boy，但是来到余生剧组拍摄后，整个人都变得爱笑和活泼了，估计是给可爱的姊妹带偏了。两人在片场也是欢乐不断，还会一起大秀尬舞，深得片场尬舞女王杨紫的喜爱。不仅如此，最近一组路透的流出更是作证了两人的关系。肖战曾在片场中演唱水星记，而姊妹更是在晚会上与战哥隔空互动这首两人的专属情歌。作为 M 区的神曲，水星记的含义就是爱而不得，两人的隔空演唱就是在暗戳戳的表白呀，这也太甜了吧。这样的肖战和杨紫，你爱了吗？